现在进到机场了，但是我看有的人还是没戴口罩，不过我们中国人大部分都戴口罩很自觉，有的人还穿着防护服。现在都是等待候机的人员。值完机了，现在进来了，机场空空如也，只有我们这几个小伙伴。我们现在准备登机，快登机了，现在在一个个检测登记中。进来了，成功登机了。告诉我们发了个履行责任承诺书。